苦见天洞穴，普天间宫。4月17号星期三，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。日本冲绳金武观音寺金龟人成基。4月18号星期四，念贤节千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。日本冲绳首里城波之上神宫及冲宫。4月19号星期五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。巨石月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亿倍。保生大帝无争人千秋，中路财神赵元帅圣诞。日本冲绳斋场御月及御泉洞。4月25号星期四，巨石月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亿倍。上午10点，日本奈良开运吉祥献供法会。下午1点半，恭送普门品祈福法会暨佛法开示。4月26号星期五，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。晚上6点半，日本大阪心灵讲座，讲题心如莲花。4月27号星期六，念卢舍那佛，大势至菩萨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。天上圣母圣诞。下午2点，日本东京，讲题因果人生。4月29号星期一，巨石月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亿倍。上午10点半，日本东京喜迎福现吉祥供。下午药师祈福法会暨佛学讲座，讲题慈悲的眼睛。4月30号星期二，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。上午9点半，日本东京八关斋戒暨浴佛绕塔。下午佛学讲座，讲题愿成佛度众生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向您问好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萨，阿弥陀佛，你伫个厝诶，就有法度看到佛陀诶正法，看到生命第时代。但是厝边隔壁毋知知影毋知，所以希望各位爱想尽办法甲因讲，招因看，第几代就有法度听到佛法，就有法度了解家己，也为着要互因看到佛陀诶正法，咱就爱有一个好诶人格，爱甲伊交陪，爱对亲切。来送物件给伊，希望各位积极弘扬佛法，劝别人也爱看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发现生命的价值，打开智慧的宝库，邀请你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号码号码1996-5232，1996-5232。好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我说